用糯米的艺术装置，然后上面都是小朋友画的，只是说距离比较远看不到。然后这是代表城市糯米的乡镇，就是用糯米比较多，这个是起司，所以以糯米为主轴，然后成立的意象就是代表普遍，然后糯米有一个糯米团聚，就是同心的意思。